其实不是团结的开始，而是挑战的开始。对，提名一定有很多挑战。那今天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人选，我们就会全党一致来开始为这个张院长来努力推动地方的各项工作。是不是一阵子包括董事长跟委员在调上都没有什么事，所以考虑到上上的我们考量的因素本来就很多候选人本身的条件然后各界做出来的民调，然后地方整体的这个状况，都是我们不断在考量的观察的这个因素。但是我想今天最重要的是张镇院长这个候选人的条件实在对我们来讲太优秀了，那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人选我们也愿意为党跟桃园市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真的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振奋。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国民党对桃园市民做出的最负责任、最好。